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早安！这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听医生讲看脉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听医生讲看脉，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早起10点到12点播出，多谢大家收听。空中的朋友，早安！我是陈永兴医师。我今日足欢喜的吼，因为我来这个咪咪阿秋广播电台新的办公室吼，足水的呢。哦，我即马对迄个市内搬来这个民族路吼，伫这个文藻这个学校的边啊家吼，一栋石川大楼哇，这内底吼设备足好的呢，所以吼。今日要主持第一遍的这个新办公室的现场的播出，啊，咱今日邀请的来宾吼，同款是顶礼拜吼已经和咱采访许庭元医师，也是科普师了哈。许医师，早。陈老师，听众大家早。嘿，哦，顶礼拜吼，这科医师跟咱讲到伊这个免疫疗法哈，对这个改变体质了哈。啊，会当帮忙做者囡仔吼，因为伊本来小儿科，看真侪即个气喘呐吼，过敏的患者吼，啊，结果无想到讲伊去发现即个益生菌哈，啊，会当来调整即个囡仔的体质哈，是，啊，所以得到另类的疗效了哈，这是真趣味的，是啊，伊嘛因为安尼哦。咱即马咧啉迄优酪乳内底拢有加益生菌伫内底，是，哦，这是伊真大个贡献啦，哈。诶，啊，是意思你一本册啊，你有写一本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物，是，就是咧讲，咱即马个人有当时药啊食伤济啦，吼，对，啊，药啊食伤济对身体嘛是会有影响的，是。拄则咱两个在聊天的时候，讲到这台湾这洗肾王国啊，对，这实在讲起来嘛是对咱讲医学较进步的国家吼，啊，咱嘛感觉安尼真见效咧。是，那台湾那洗肾的人口是世界第一名的吼，是。你看这有啥咪好的预防的方法？是，系啊。第一嘞吼，应该爱听为这个。大家这个卫生的观念来改变，嗯哼，是讲，一般来讲有两个足大的原因是引起咱的肾功能退化，嗯，第一个原因就是止疼药啊，哦，就是讲咱大家食这止疼药啊，只要小可疼，咱就足赶紧的，较紧的食止疼药啊，对了，哦，而且止疼药啊有足侪来源，有的是。当然，伫病医科，有诶是伫即个诊所买、药局买等等诶来源。啊，但是痛上重要是爱去找痛诶原因。对。啊，咱为虾米会痛？即个痛是急性诶，还是慢性诶？啊，若慢性诶痛，原因啊怎来？毋是讲安尼讲了止痛还是止痛？啊，你也无吹快。止痛当然有效啦，但是一般来讲，咱即个止痛药啊，吼。会引起胃肠的伤害，肾功能的退化，这是暂时的。但一旦止疼了，咱应该是慢慢去找出真正疼的原因，这较重要。无你止疼药啊，吃一阵了，这个肾功能就歹去了。啊，不是干那止疼药啊嘞，咱农药嘛吃真多哦。第一点就是这个农药啊，加环境中的重金属的污染。哦，重金属，这拢无人咧注意呢。对，这个环境中啊，即马因为工业社会哈，污染太厉害了，土壤污染。对啊。哈，所以我一直主张讲，每一个人应该爱筛选，伊身体内底是不是有这砷啊、镉啊。哦，尤其是咱南部遮砷上济啦，哦，啊个铅，哈，啊铅，尤其是做过工厂的吼，我嘛帮忙做者铅中毒的患者，吼，啊有咧做工厂的，
吼啊，一寡大头家啦，较早吼，因为大头家拢爱蒙这个新台票，嗯，啊，一面算新台票的时阵吼，一面这个字爱哦，用吹暖，吹暖扣起来吼，啊，那这样算银票就对了啦，哎，哦，啊，这么最近我发现是铝啊。铝哦，哎，铝中毒哦，铝阿鲁米啦，阿鲁米哦，这阿鲁米哈，铝制品足，含这个铝制品，啊加含这个发粉，哦，所以足侪人爱食面包啦、馒头啦，啊食足侪了哈，这个铝哈，伫身躯的累积啊，引起这个诶，这个脑筋哈，这个记忆力的退化，哦，啊咱南部较沿海家哈。大家爱食螃蟹、虾子，啊个大尾鱼啊，吼，比如讲东港啊，即个啊，即个北门啊，吼，即个汞中毒的现象嘛，哦，对深海的鱼，哎，大大只鱼哦，伊，你底下加一点加沙西米啊，呢一直食，到尾即个汞在身躯内底较济，哎，引起身躯的酸痛啦，癌细胞的增长。哦，所以咱即马癌症愈来愈侪，啊，个年龄一直降低，这可能环境的污染嘛是足大的因素啦，吼。所以为这个肾功能的退化，慢慢嘛引起一挂迄个癌症哈，嗯，现象嘛愈来愈普遍。嗯嗯。所以现代人应该嘛是爱注意讲。第一，肠仔一定要健康，因为肠仔内底在吸收，在毒物哈。一方面吸收营养，但是一方面嘛吸收毒，在有毒的物件入来。所以一定要一肚子好菌啊，唔好一肚子坏菌。OK， 我听到我诶，因为你是益生菌的专家，所以你别关心这肠道哈。肠道，那咱一张手诶手筋啦，咱这个手筋啊无好哈。这个手啊，本身就未用嘛。嗯。啊，我听阿公哦，我台湾朋友讲，这卖人不是一肚子坏主意啦，是一肚子坏菌啦。哈哈哈！塑化剂嘛是问题足大吼。啊，这卖来的讲啊，塑化剂、农药、重金属，是这卖现代人足侪，啊，佮加上你一肚子坏菌，家己自我中毒，安尼你的肾脏当然会负担足大，哎，你的肾脏负担足大，啊，你那个安尼了啊，酸痛嘞，吼，佮去食止痛药，安尼负担就佮愈大，佮加重啊，哎，所以多重效应，多重的这个因素啦。啊，所以你拄只讲，除了咱家己有这个正确的这个健康，还是？顾家己的健康的观念以外，是是，这个，那讲会当较提早来检测你讲的这个各种重金属的中毒吼，这会当做嘛？诶，怎么咱？怎么咱？第一下上这检查敢有困难？足简单嘞，怎么就是讲用2公克的头发，还是你的指甲，咱得当验出6种重金属。OK 啊。汞啦、镉啦、铅啦，啊，这拢足简单的当验出来。啊，这咱即款一般伫迄落病院，敢那嘛无讲足普遍在推行呢。因为病院的重视是急性的病啦。OK， 吼，啊，咱这慢性，啊，这拢慢性中毒。预防医学的部分哦，较不容易做。现代医学较忽略啦。这应该是公共卫生。部门爱来推动哈，是是是，就讲咱的卫福部啦哈，卫生署啦，是是，还是讲这个疾病预防的这个单位哈。那当比如讲你讲的，对迄个沿海地区，对对对，还是讲对这个土壤有被污染的，是是，所在咱先。对家的居民哈，是是是，你讲的头毛足简单嘞啊，加点么头毛来检查看下嘞，对对对，啊，这用政府编预算来做检测，对对对，啊，发现有，过来啊处理嘞，临床上这治疗的方法，什么款？其实处理嘛真简单啊，我15年前我有发明一个专利，用一种活性炭的金球。哦，你只要一天开10元，10元就会解决了，伊就会当它吸出来。啊，是哦，是哦，活性炭，对，用活性炭。你个创作胶囊是吧？是是是是。啊，加入未？加入未？也照对大肠去，来个大肠，伊一粒会变作26000粒，啊，扩大迄个吸收的效率。嗯哼。啊，把大肠当作透析的所在。哦。
安尼差不多半年到一年，慢慢身躯的重金属都吸出来。哦，伊都会甲排掉。哎、欸，对对对。哦，啊、所以这等于自体的迄落排毒的手段。这个咱别说自体洗肾的、啊，对对对对对，哦、洗肠了哦，洗重金属了，重金属的中毒，当然你甲排除掉。其实咱啦，加上益生菌来帮忙，一方面哦，自体中毒的这个因素消失。啊，一方面吼，外来的毒素嘛，当吸出来，哦、所以益生菌加活性炭，安尼是一个绝妙的搭配。比如你有发明这种产品哦、啊？是是是是，有专利，有专利，对 对, 對。啊，即卖市面上敢有？有这做出来？有，市面上嘛是伫个药局啊，哈，拢有在卖啦。啊，真的哦，對對對哇，安尼，这应该是。那较侪人知咧，我看这应该足侪人会想要爱咧。即马就是讲，大家拢专心伫讲啊，我咧听，进来食止痛药啊。嗯。啊，是讲啊，我即马一定要洗肾啊，进来洗肾。哦。但是无人去注重讲，啊，我碰下有中毒无？啊，这中毒会当排无？啊，我肠啊是毋是一肚子坏菌会当处理无？嗯。即头前即个阶段，大家心思。坑较少啦，哈、嗯！即马大概心思拢坑里讲啊，洗肾我要来对洗肾哈、哦。我洗肾必做咱健保最大支出呢，这负担。是是是。哦、啊，这来当省一挂吼。是是是。当预防医学做一点嘛，啊，别下就节省足侪。所以我拢建议哈，咱应该为这个血液透析的基金来对拨一点嘛来做预防医学。哦，啊，这来做普筛，是也出高危险的人是虾米款？哈、嗯，民众虾米人是高危险？啊，下面人爱较早处理，啊，这也当为这个血液透析的基金来对，拨一点仔医生出来做，安尼无定以后，咱会当洗刷咱洗肾王国的这个臭名啦，哈、哦。我感觉你应该去卫福部，去迄落立法院来对吼，这国家的政策小可调整一下吼。是，咱甲健保的。千分之一的费用，是拨来做预防哈，是可能后边会升百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一的经费嘞哈。我还记得我十年前我帮家己的卫生所哈，即、這个梅山啦、啊、哈、太保啦、啊，即、這个啊沿海地区的家哈、嗯，我捌帮因囡仔一出世就开始要追踪。OK。我就发现讲，咱台湾这么多市内底，两个囡仔一个过敏哦，啊，这个过敏了会气喘嘛，哈，鼻塞嘛，哎，引起读册缺席嘛，哈、okay. 啊，啊，咱政府跟报告开足侪钱来用这个类固醇的试剂啦，治疗气喘啊，治疗气喘，但是我为这个全民的这个保险哈，内底咱来分析，我发现讲。加回进前，咱来提供益生菌可以服用，胃肠啊，免疫力开始平衡，这个很凶都无去啊。哦，所以咱减少这个过敏的发生啊。是，安尼后边开的费用就少啊。省来啊，对啊。哦，这拢是预防医学。所以你有伫嘉义关，我做基层的卫生所，给帮忙过去。这六个卫生所啊，追踪2300个小孩。哦啊，这有发表。无发票，但是迄个家己卫生所应该有报位中央去。啊，迄阵应该，迄阵是上咧做馆长。即若土行做咧做，应该甲讲咧。土行做家己是读公共卫生咧，对不对？也毋是土行做，也毋是土行做。也接接啦。啊，即若甲土行做讲，伊应该会讲，哎，规个官拢做落。对，变伊政绩呢，就足了不起的。你若讲今日我都说服一个。燕霞市长哈，是，比如讲咱来个台南市讲，是，你北门那什么七股遐沿海哈，过去拢足侪砷中毒的，是，咱那五角病啊，五角病是台南遐上最嘛吼，是啊，我若讲重金属拢会当给你检测，对啊，以后给你减少，对啊，这对环卫组是很大的政绩呢，是啊，哦，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 idea， 所以我一生追求的就是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对了，我上面就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就是讲咱首先用一个较简单的方法，比如讲益生菌啊、活性炭啊，这拢无伤害，是，咱得当来介入，
哦、来处理，处理了民众就得到健康。嗯啊，唔卖讲去食止痛药啊，因为止痛药啊，这个是伤害的药，末端啊啦，欸、啊，佮有副作用，这十个食的并发症胃出血。啊，那个食较久的，伊的肾功能会歹。啊，所以意思你是足有创意的一个临床的医生，主要你有在做研究哈、哦，你才有这样的想法。好，咱来听一段音乐，又继续来请教许医师哈。哎，谢谢。所以这。
quanto si fa buio, la tua ingenuità da bambina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雄医师哈，咱今日采访的哈，柯医师啊，许廷元医师，伊也是一个医学博士哈，伊对这个免疫过敏啦哈，啊，这个微生物哈，这方面的研究真多啦哈，伊拄只甲咱讲到讲啊，台湾的这个医学的发展哈，临床医学足进步啊。尖端医学嘛，愈做哦，一个啊，换肾成功哦，一个啊，这个关节会使换安尼哦，拢这真尖端的一直做起，啊，不过预防迄块哈，其实可能开真少钱，就会当唔免去换药剂哈，啊，这个代志大家说无咧注意啊，真无彩啦哈，啊，我感觉伊这是真有心啊，一个呼吁哈，就是讲啊，不管政府单位。还是讲，咱的一般咱家己国民吼，那你要来注意这方面一类吼，其实诶减少真侪悲剧啦吼。是是是。诶，都只阮伫听音乐的时，这个小可开讲，伊甲讲到这个义大队是吧？义大犀牛队，犀牛队，犀牛队，迄、那个投手哈，教练吼，足出名，徐生明啦吼，较早是咱的国手啦。是是啊，后来做教练啦吼，啊，真可惜，就是讲伊嘛是因为关节啊，食止疼药啊，后来西药剂，哇，啊，后来说引起这个败血症哈，佮换肾哈，哦，佮行到这条安尼，差不多一当用的拢用，方法拢用了了啊哈，啊，结果遐早就过身，足无彩哈，是是啊，所以许医师你这方面，恁敢有安尼？找一寡你的同好啦吼，就是讲，平平这少年的医生来对，啊，那较有咧关心这个预防医学吼，啊，组一个团体，还是讲一个组织，安尼来推动恁这个预防医学的概念。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接受陈老师的邀请哈，会当来这个媒体上节目，有这个机会，大家报告讲，咱。除了普通时啊，咱会当用这来西药吼来控制这个症状以外，是不是还有一条路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就是讲用预防医学的角度哦，咱卖讲什么任何什么代志拢要用类固醇，拢要用这个止痛药，是不是还有一个路？所以我伫四年前啊。我和李春美博士，我有创办一个整合医学协会，意思就是讲，除了正痛的西药以外，吼，是不是有另类医疗？这过去我伫这个中国医药大学加长庚医学院，我改课程的是这个另类医疗加正统医疗的整合。就是讲，咱嘛袂使讲我白食草药啊。嘛，袂使讲我白食一寡不适当的营养品，那应该伫科学指引下，要哪打一个寻找没有伤害的目标，意思是讲利用另类医疗，比如我拄啊讲的活性炭、益生菌，这大家无啥注意的物件，咱伫科学指引之下，伊得让适当的整合到现代医学里面以后，
这个医疗的效果都变得很好。嗯，哦，咱都嘛未使讲哦，听信厝边隔壁乌白买啦、乌白食，安尼嘛会得到伤害。嗯，所以咱来当讲哦，有一个科学指引，啊，有一个有只有趣味的医生，哦，会当来教大家讲安那。安那来结合另类医疗跟传统医疗，嗯，做一个适当的结合，适当的时机的介入，安尼一切的好个都非常出来，可以当避免的公家副作用，嗯，哎，所以叫做整合医学，医学，哦，哎，这个在这个美国啦，哈，啊，加日本拢有这样安尼课程，提倡这款的，对对对，哦，啊，恁这成立四年啊，一定四年啊，啊，今麦有偌济医生？还是讲医疗的人参加伫内底，真遗憾哦。阮家即卖阿哥唔是主流医学啦，哈，即卖只四十个同好，哦，四十个，诶，你有较少啦，哦，较少，还个增加啦，谢谢谢谢。上无买讲四百个、四五百个来，较变一个，是是，较有力的团体，是是是。因为即卖其实嘛，足侪人咧讲什么自然疗法，是是是，啊，像饮食疗法，这饮食疗法也很重要啊。这营养疗法啦，对对对，啊，这个像咱都要讲的益生菌疗法啦，中药疗法啦，针灸啦，哈，运动疗法啦，你讲三高啦，对对对对，其实做这些是你那饮食一旦控制以后是有效嘛，是是是，啊，减重啦，是是是，哦，这拢对身体有帮忙啊。根本咱那是讲哦，逐天来吃这个。降血压药，对，今仔有叫哈，明仔载无叫，血压就上升。啊，啊血糖嘛是啊。啊，你今仔若有吃血糖药，血糖就较好；啊，无叫血糖就较悬。对，所以我一直咧讲吼，咱若是要靠降血压药啊、降血糖药啊，这就是蒙古大夫啦，就是讲你较早有钱下掉吼，啊，到后边固掉，巨剑疗法啦，讲啊，你好呀，你会当顿去啊，啊，其实。这拢无治得本啦，啊，哦，治本呢，应该是讲爱找原因，嗯，哦，就讲你为虾米高血压，你为虾米糖尿病，生活变啊调整，啊，生活变啊调整，饮食变啊调整，饮食啊运动种种，睡眠哈，哎，你就诶，我是精神科啦，是，我精神科吼，我以前嘛是有一寡，比如讲静坐啦，是是是，哈。因为歹睏的人啊，吼，啊，你唔是讲啦，一直要食药啊，是是是，冥想啦，啊，佮有迄种放松、自我放松的训练，是是，哎，啊，甚至毛人来讲，加气功呢，是是是，嘿，哎，工作者在另类的这个可以帮助病人的方法呢，啊，但是像你讲的，要用科学的研究的态度，去找讲啊，伊个有效的原理是伫对安尼啦，吼。所以您这个整合医学，其实我是感觉真有需要。是是是，嘿，这些老一辈医生啦，吼，是是是，较无注意这，那有鬼啊，德高望重的吼，出来呼吁一下，可能较侪人来关心这个代志。是啊是啊，还是讲遐有读公共卫生的吼，是啊，较重视这部分嘛，不一定啦吼。所以给您加油啦，爱个加油，爱个加油。谢谢谢谢。哎，你身体力行，你本来是小儿科后病人一大堆，啊，你即马跳起来做这种的，是是是，较另类的这种的治疗。我看你也除了这个预防医学哈，你还开始也是很进步的再生医学，立马开始的引进啦。谢谢谢。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再生医学今嘛是啥咪？好，咱的听众朋友了解。是是，因为哈，咱都要讲到这个为这个肾脏病开始攻击嘛哈，而且肾脏病。那若要行到血液透析，迄个是代表肾脏一定退化。是啊，讲起来高血压，那若较粗讲的，就是血管老化嘛。嗯哦，啊，你若讲糖尿病，啊，就是你的胰脏过度使用，胰脏老化嘛。嗯嗯嗯。啊，你若关节炎，足侪嘛是退化性关节炎。对对对。哦，啊，心衰竭，迄嘛是老化。嗯。所以讲起来，底下慢性的致病因子。那哪无提早发现、提早矫正，嗯，伊的每一个器官拢会老化。丢了丢了啊！老化了，不同的器官的产生不同的疾病。啊，功能都一礼拜。功能都歹去啊歹去，那歹到伤紧，咱这个病的爱用这个西药哈，用足侪药啊来控制。哦，你讲啊，我小可了解你的意思，再生就是，好伊。
个少年起来，欸、啊是看卖遐紧老化了，对啦，防止老化，啊是讲个再回年轻化了，对吧？所以，即马咱的目标一定跟过去无同啊。过去就是讲有病，咱才来医病。那慢慢伫即个十年前，咱就是用整合医学的讲预防医学，讲尽量卖掉病。对。但是未来十年，咱是要促进健康。意思是讲，不但爱无病，佮爱足健康。哦，啊，你若要足健康，你就是爱少年。哦，啊，少年的意思就是讲，你一定爱使用再生医学的手段。不断呢，把你的致病因子去掉。啊，让你少年起来。你若少年起来，主动对你的健康嘛，哈、比如讲你血压高，啊，就是你会变老啊。啊，你要哪让伊少年？啊，你那是你这个胰脏啊老啊，你就是糖尿病嘛。所以咱得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来讲提早把这个致病因子切出来。改变啊，改变的力量是最大的。一旦啊改变哦，你老化的速度就慢去啊。但是一定老的要安怎？咱即马未来十年吼，尤其是两年前。咱的特管办法，咱政府足重视，一定开始开放啊。意思就是讲，咱对这个你身躯内底这物质，比如讲你的免疫细胞、你的干细胞，咱拢会当摕出来储存。储存伫你的细胞银行内底。意思讲啊，我怎么我今年六十岁，我怎么把我细胞摕出来储存？那十年后我七十岁的时阵，我够十六十岁的细胞囊肿哦，所以你若十年后我有钱人买厝买车，你无钱人好买家己的细胞啦。我懂的，啊，都老去啊，都老去啊，老呀。所以起码这也是储存的，对对对。你这让我想到，哦，刚才有一段时间人做风险，你了什么脐带血啊？对，那是不是的话，这个观念。脐带血的讲，啊，你出事的时阵，咱把这个脐带细胞给储存起来。哦，储存起来。哦，啊，给让储存二十年啊。啊，那种还有路用是吧？但是真可惜的是讲，咱零岁到二十岁就生病了。啊，对。咱个人还在发育嘛。对。所以这个储存呢，好个较歹。啊，第一点是讲，大部分人拢无脐带啊嘛。啊，对，当然。这嘛，除了陈医师，你的孙子有几代以外，咱陈医师家己嘛无几代。我无啊啦，我起码规身躯可能拢无迄种少年的细胞啊。但是，像讲我七十岁啊，对不？对对对。我阁有通找到迄种有路用的干细胞。当然有每一个人身躯一定拢有，还阁有少年的细胞。安尼哦，这是数目最少的。上简单是那第一简单吼，咱这个干细胞分三种，一种就是。表皮的，比如讲咱为牙龈呐、还是讲为咱的耳朵后边的皮啊，哈、okay. ，这一档起的外胚层的干细胞。哦，啊，咱那是讲咱巴肚做些油嘛，哈、为这油来对咱起的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就是属于中胚层。OK， 啊，咱买单为骨髓啦，哈，为咱的周边血买单起的内胚层的干细胞。哦，所以为人骨髓嘛是最要紧哦。是。所以咱打外胚层、中胚层、内胚层，咱家己的这干细胞切出来，活化了，打数目增加2000倍，咱也储存起来。哦，这也当个会增生的，哎，增生，增生出来了，咱也储存，储存的当储存20年了。哦，啊，所以，哎，我可能要有机会，我不到，你都讲我不到。所以陈老师，当你80岁的时阵，哎。我大我70岁的细胞，当年哈，拢诶，当个在坑得等啊，有需要对老人的住对嘛哈。哦，而且你讲口腔这都足简单诶，对不？咱就含牙医师来配合。以后阮的目标来讲，以后咱家己的干细胞伫体外的发出家己的喙齿。哦，安尼得当坑得等啊。哦，你也当伫。体外的可以家己个成长的地方，是安尼，是不是未来咱就讲啊，卖拢倒假啊？咱假老咱上惊吼，咱台湾话一句话咧讲，假老爱有老相啦，老相是啥物叫做老相？整庄严啦，咱若无庄严吼，你个存较济钱，你嘛袂快乐啊。你讲到这，我足趣味，你意思讲？以后喙齿唔免种假，咱家己的喙齿也阁生就对啦吼。这个是庄严的一部分。你若讲啊，人讲人咧取笑一个老人讲啊，你食老也袂补土豆。
啊，个默默啦，对不？无吹气了，规模。就是你无吹气了，你就无重要嘛，对吧？哈，啊，你有咧。所以这种也当再生。老家未食无土豆啦，你台湾人咧笑人讲哦。所以你这个干细胞的物件，即马伫台湾已经开始有在普遍在使用啊。是是是，咱即马第一步政府开放这个第一步政府开放啊，就是讲阮。怎么来推广啊？就是讲细胞银行哦，细胞银行，你有钱你就欠银行嘛。哦，啊，你有细胞，你现在唔爱欠你家己的银行。哦啊，诶，咱先搁听一个音乐，这段真趣味，确定过来继续。是是是，恁大家若要欠啥，先想好，确定可能会使卡来问这个许医师。OK， 咱来听一段音乐。是是是。是哪一个糊涂的姑娘，把那酸甜苦辣揉在一起，叫我吐不出咽不下。是哪一个粗心的酒吧，把无奈和牵挂跳在一起，叫我醉不倒醒不了。莫非这滋味，莫非这滋味，就是想你的时候。莫非这滋味，莫非这滋味，就是想你的时候。想你的时候，莫非这滋味，莫非这滋味，就是想你的时候。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哈，咱拄只听到柯医师哈，讲这个细胞银行啦哈。啊，这真有意思的观念吼，就是讲咱，你看咱少年的时候，趁钱拢会晓揢钱去俭咧，俭咧食落汤要用咧，对不对？啊，准备退休嘛是爱去储蓄吼，诶，爱讲咱这人体有足侪迄啰少年的细胞啦吼，迄个再生的叫干细胞，他也不爱先俭起来。等下食老汤用吼，你即马不管你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即马去欠过会付咧吼，因为当藏二十年吼，哦，安尼实在这细胞银行袂歹呢，哦，这我看啦，大家知影有这个技术，啊个知影用多了，我看你这以后你的存户真济哦，是，啊这。技术上无困难嘛？啊，其实非常的简单。阮这个团队伫十年前的开始来做细胞银行。哦，啊，这伫这个负196，但台湾较早拢咧推广的，就是讲脐带血银行。就是讲咱这个囡仔生出来，把脐带血藏二十担。嗯，
啊，但是这个用到的机会较少。对啦，因为囡仔少年都无啥需要用到。对 对, 對。啊，等到你即马这呐中老年人是更有用。安尼讲，咱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哦啊，咱那平均啦吼，咱台湾人会当活到八十岁。嗯，差不多。啊，这个八十岁，这個、最后一里路，哦，咱每一人。弄一点的生病，那一张八十岁，搁保持六十岁的状态，我就满意了。对，我就满意。因为咱上重要是生命的品质啦，不是生命的等待。即马大家话八九十，唔过你若退化，啊，就无意思啦。啊，是拄只讲的，啊，规身躯拢病啊，啊，甲讲只食药啊，就创啥？规身躯拢病啊，老人痴呆。对哇，诶，做唔得嘞，做唔得嘞。安尼你混到一世人，无采无采上帝赏赐哈，遐长的生命，结果煞无健康的品质。这啊，所以我拄啊有讲两个足重要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讲促进健康。嗯，咱唔是讲不爱，不但不爱破病，咱的努力，咱的目标，搁爱肯定讲正健康。对啦，有庄严，吼，有老相。啊，我小歹势问一下。这你讲技术是简单啊，费用嘞，这个会不会需要花很多的费用？是，即马平均讲啊，吼，咱即马就讲欠二十年，就是收费20万嘛。哦 ，OK。目前的平均1万块，一年1万块，哦，就是讲储存的费用，算放伫银行的保险柜的意思。哎，对对对，付一个保管费用的，是是是是。因为迄你爱放伫特别的设备嘛。对对，哎，爱放伫-196°。哦，-196°，哦，啊，你这是足特别的吼。是是是啊，怎么？所以都拢未歹去。嘿，咱得当放足久，因为你10年后、20年后，你有钱人好买厝买车，你无钱人好买家己的细胞了。哦，当然咯。那安尼20万是无贵啊。哦，对不对？即马凊彩买一个啥物新的迄啰，迄啰。电脑制品啊，是迄落，买只表啊，买只包啦。以后跟你讲迄落无人汽车啦，即摆同你讲啊，电动车、无人车，迄一台我看无200万嘛买无。我拢打我的朋友讲吼，你有注意到无？你买一只车200万，三年后存无一百万。啊，都折旧去啊，嘿，折旧去啊。啊，车较重要，你的身体较重要。哦，当然是身体较重要。我讲你住喺公寓吼，管理费一个月10几块嘛，啊，一年嘛12万。对。哦，啊，你厝较重要，啊，你的身体。你讲这个有理咧，我进大楼管理费一个月都10几块了。对啊，啊，一年嘛10几万。安尼，我应该先来交这条迄啰干细胞的管理费。对啊，因为我以后免住遐大间啊咧，食老实在是住较细间个，免住遐大间。身体用较要紧啦。啊，塞一只车200-300万，啊，折旧一年100万。这真趣味个观念。啊，买一间厝管理费，安尼一年10几万，嗯，啊，大家拢感觉不要紧，啊，身体开20万，大家感觉足贵。咱的call in的电话吼是0800-529-529哈，0800-529-529哈，0800-529-529哈，啊，不管顶礼拜还是即礼拜哈。啊，然后听到柯医师诶，和我采访的一寡内容有心识趣味的人吼，啊，拢会使卡入来甲请教啦吼。啊，我想一定足侪人啊，对这个话题吼，感觉真新、真心识。来，咱来接看卖咧吼。哎，请讲。陈医师，许医师好。哎，你好。哎，陈医师，我感觉许医师的节目很精彩，安尼想。会阁来无？伊会阁来上阵。我你别阁叫伊来哦、喔，安尼我干脆予伊主持啦，叫伊当礼拜来啦。真的是唔当唔当唔当。没有，也要陈医师，陈医师也很厉害啊。我本来今天要讲的很有趣哈。没有，他讲的真的很，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是如果这个干细胞是 cancer 体质，它还可以做这个吗？对，这个你的问题非常的重要哈、就是讲。咱这个干细胞的治疗呢，一旦要放入你的身躯吼，局部的当然是无问题啊。比如讲，你若放伫你的卵，即马咱政府通过伫即个退化性关节，咱放伫即个关节内底，会长出软骨，
哦，这绝对你有 cancer 无 cancer， 有癌无癌，这拢会当扛。啊，比如讲你的面哦，你的脂肪一定萎缩啊，咱政府即卖法令有通过，你会当扛你的面，和你的面碰皮起来，嗯，哦，这样呢局部的治疗绝对是无问题。嗯，但是有一个争议的是讲，你若为血来在注入去。啊，因为咱这个干细胞会释放作些生长因子，安尼是不是会你血内底，然后万一你有癌细胞，你的血内底癌细胞会当生出来无？嗯，而且正反两派的意见啦，吼，就是讲有的人感觉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嘛，有一挂学者证明讲，哎，这确实有这个疑虑，所以我拢伫台湾的这个会员啊，我的朋友讲哦，安尼上好你。做一个血液的注射进程，你最好可以做一个特定的检查，你的血里面是不是有这个血液循环的癌细胞，是不是有，好了，在现在医学很进步，现在我们如果50万粒的细胞里面有一个癌细胞，目前的技术就可以验出来了，所以50万分之一就查得出来了，对，请问要做这个要去哪里做？一般那这个诊所哈，有真济跟我合作的诊所，因拢有咧提供安尼服务，就是讲血循癌细胞检测，这是其实啊，验这费用才3000块，咱就当知影讲咱的血内底癌细胞到底有几粒，啊，你若超过5粒哈。这上好的，我们随便做干细胞治疗。你这细胞银行在台湾多少所在，要不是做普遍吧？目前我们虽然已经做十档啊，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细胞银行有两个所在，一个在台南，一个在高雄。哦，一个在台南，一个在高雄。嘿，咱许医师在你台南是科学园区吗？在台南科学园区，科学园区在高雄，对啊，高雄在对。高雄的博爱路，博爱路。哦，你的诊所，我有去查，我有查过，我有去查你的诊所。你已经有上网给他查了，有，我有找到了。那去那边大概就可以咨询了。我知道。再请问一个问题，那电视上现在很多购物台都在卖干细胞的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是那个有。拍摄我嘛是借这个机会的，大概说明了哈。干细胞是活细胞，伊是无可能吼，咱整的管呐啦，用食，敢那你食猪肉，你袂生猪肉嘛？哦，啊，咱若食干细胞嘞，干细胞伫胃内底就消化掉去啊。所以第干细胞的保存无可能伫即个室温内底。袂当食品啦、啊，无可能做这食品。袂当伫健康食品，迄都爱控制-190几度的，对，生皮来。啊，第二点，食吼嘛一定会有胃酸啊，小肠易消化，所以干细胞的治疗是不可能用食啊， okay, 口服是不可能。哦，今天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医学的进步的知识哈。没有，我觉得这两个礼拜我真的是吸收很大。我今天本来是爱游览的，为着要听许医师，啊、今天哦，阿丽丽嘛是足好的听众啦，我感谢你，感谢哈，感谢你。陈医师，大概拢邀请足够的医生来。有影呢，我请的拢比我较够，你知无？没有，讲。阿丽丽，你到底给他听啊？哦，这个节目，咱这个节目袂歹啦哈，非常好，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所以你播比较侪人听，微微笑。有，特别礼拜天哈。有，对。那我过来接一通哈。好，谢谢。啊，谢谢，谢谢陈医师。谢谢。来，请讲。哎，你好。哎，我陈医师啦。啊，是。啊，要得吹啊！我要得吹，拄只有讲啊，博爱路。哦，博爱路。哎，你博爱路含什么路的交叉口？哎，龙德路。哦，龙德路啦哈。哎。哦，崇德路哦，哎，哦 ，OK， 什么什么病呀？叫什么名？嗯，对，我跟你讲啦吼，你上网查迄啰许医师好不好？许庭元医师，哈，什么医师啊？柯丁元啦吼，迄个庭院的庭啦，啊，迄啰水源头迄只源啦吼，许庭元医师，啊，你查迄啰诶。再生医学还是迄落整合医学，吼，安尼就会找到伊的资料啦，好不吼？因为阮伫电台吼，袂使替个人做广告啦，吼。嘿，因为若替个人做广告吼，
我电台被处分了，所以我不能害到我的电台。但是柯医师他在网络真容易，他也有出册，所以你就可以找到他的资讯，好不好？不好意思，许，再讲一次，许什么园啊？庭园，哪一个庭？家庭的庭，朝廷那个庭，家庭的庭，水源的源，源头，源头的源，好。你高雄，你说高雄什么路啊？破坏路。OK， 好，阿叻，我搁接第三通来，请讲。喂，嘿，请说。医师好哈。哎，你好。哦，你那个讲得很好啊，叫做小孩子真好。那中年人、高年人也不要放弃啦，也可以设计那个。高血压不要吃到死啦、啊！对啊，糖尿病也要吃到死，中国啊，副作用是大堆啊。假如高血压跟糖尿病，假如十年的，嗯，假如二十年的，还个撑支架，对，这个这个很麻烦呢、欸。是想说后副作用很大哈，啊，就是说可以设计这样啊，啊，是撑支架也是中风了啊，中风也是好像也是。好像心脏病啊，是就是这个事，啊，心脏病嘛，没好，啊，是感觉讲，哦，这些中老年人都很可怜，都是要吃药，没人好耐心，讲爱吃药，讲爱吃到一世人，但是讲治病吃西药是在治病啊，对，不是在控制，对，像我每天都在吃那些药，啊，是想说，啊，可以设计你头脑好那么好。读大博士可以设计这样啊，吼，给我们大家吼，我们全国好的健康的方法，哈，对对，不要讲啊，弄食个死拢未好，是啊，哎，食个死拢未好，个唔是，咱食紧食药啊，副作用个紧来，哦，高血压食食变，吼，个增加糖尿病，糖尿病食食歹势，吼，个撑支架，哎，二十年超爱撑支架啦。啊，所以说很恐怖。杜家讲的，七天还要吃药来变喜肾呐。对啦，所以哦，做人家歹命。对呀，我觉得那个医生讲的很好，真歹命。哦，好啦，多谢你卡来哈，我今晚要接一通电话哈，谢谢你，谢谢谢谢，请讲。喂，陈医师，徐医师好。你好，你好。哎，那陈医师，你爱加请一挂些哦，来讲给阮。了解一寡知识啊！好啊，有啊。啊嘛会用。我常常嘛，你阿咧伤脑筋，讲要找啥物好医生来讲给你听。你若有熟识好医生，咪使甲我介绍一下。嘿。诶，我讲一年半呢，一年半我那几啊百个啊，那几百个。会啦，我拢会甲你找最好医生来给你听哈。请一寡说医生来讲，我听着哦，真心的呢。哎，好诶，好，多谢你卡来吼，来，我搁接一通，拜拜。来，请讲。哎，两位医师好，是你好。像你说那个可以再生，那现在糖尿病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了吗？就不用吃药了吗？对啊，对啊，确实。现在就可以了。是。那会用会不会很多啊？目前台湾的法令到特管办法还没有开放。糖尿病可以用干细胞来治疗，但是在国外的这个文献报告里面确实有提到说，很多糖尿病人因为干细胞的治疗，然后得到非常显著的改善，可以治疗到不用吃药，不用打针。在国外确实这样的临床文献非常的多，但台湾目前还没有开放。所以很多病都可以，都已经有那个技术，只是说没有开放而已。就是因为有个立法的过程啊。啊，像你刚刚说牙齿现在也可以吗？对，牙齿现在几乎我们的技术都成熟到说，在体外就可以长出一颗牙齿了。哦，对，那这样子我们种进去吗？对，我们就不需要说在种这个金属的啦，哈。哦，那就算种金属的，我们有一个好的骨头，它也会比较稳，所以这个在技术上都没有难度了。所以我们正希望说，在跟台湾的卫生署的有关部门来申请这个程序。如果能够申请到这个程序，我想未来也是，我们这个老人啦、啊，牙齿的幸福啦，因为现在要花很多钱，然后种的有时候种的假牙不稳定嘛，它很快又倒掉，那主要就是这个骨质、这个韧带它不够好。那么以现在再生医学要在体外
做出一颗假牙来，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了，15天到20天就可以长好了。所以问题是我们还是有关部门的法令要遵循嘛，哈，所以我们团队目前正在希望说跟卫生署来透过特管办法来申请这个程序，那还在努力啦，我们还我咱个这少年啊医生加油啦，哈，因今嘛拢有真侪新的，好，谢谢哦，咱个时间的关系哈，咱就可以到这，因为最后30秒。徐医师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你的做医生的心得？是是，我真感谢、感恩、真感谢这个陈老师，今天有我这个机会来这大家分享。我过去嘛是一个台大医学院训练出来的博士啦，哈，我嘛是正统的西医，但是做医生30年，嘛有真侪无奈啦。就是讲，看到真济诶，即个朋友吼，因为食足济止痛药啊，食足济抗生素，食足济类固醇，啊，即个副作用非常的大。啊，我嘛有看到讲，真济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根本拢是咧控制症状。所以过去这10年，我有找阮即马阮即个团队有10几个博士啦，吼。60-70个硕士，阮一个